时候咧 ，Fred 郑俊弘咧亦都要出场嚟支持博爱嘅。咁啊，博爱院董事局咧系捐出30万，一齐去睇睇 Fred 嘅演唱好嘛？共我度假，为何这样啊？从前是我没有时间，但今天竟说麻烦。别要害怕望我的双眼，谁人在那日约会你能说吗？并没太多过问的指甲，已沉来当几比翼啊，亦没信心去面对你的想法，情形坏到迟钝至我都明白。投降吧，我没有办法为你开满接低待你，然而爱更加可怕。有一天过他，这悬崖何时会多下？人死再多三个吧，投降吧，我没有办法，无能力让你宽眼。如为你，我就退下去，让我走好吗？明日我一个去面对风吹雨打，纵使枯萎也不牵挂。